先穿衣服，杨连我会害羞呢，你都没有穿衣服，对没？所以你先穿衣我服嘛，感受我走袂去啊。你内裤先穿嘛，啊，你住遮偌久啊？这两天过来住来。哦，来遮两天呀。头几礼拜啊。住一礼拜呀。差不多啊。哦，了解。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？翻墙呀。哎，身份证之后，啊，你自己的东西你带走。啊，这刚刚你拿的嘛，哈，这是你的工具嘛，哈，这个呈堂证供哦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涉嫌窃盗了，哈。我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，位于大墩路的空地遭不明男子侵入，我们局非常重视此案，并将该址列为治安要点，加强巡逻。定于昨日经屋主同意后，入内查看，发现一名全身赤裸的男子在内烹煮食物，并且捡拾相关的电线变卖。我们局经查证身份后，发现这位窃嫌真心男子是遭台中地检署发布的通缉犯，全案依照加重窃盗罪现行犯予以逮捕，并窃盗的部分并移送台中地检署归案。因为本分局将持续针对辖内的治安要点加强巡逻盘查以及群集查查，落实盘查身份，减少治安要点之发生，